袁唐啊，你看这满大街的姑娘，什么模样的都有，我何必守着一宅一人呢？怎么了？可是头巾又犯了？停车！啊，停车！什么情况？这儿的官员也太懒政了吧！通关记录别发霉了。按照账本上的日子，分头找吧。啊。出生之后啊，哎呦，这多谢啊！喜不喜欢大骆驼？你看那边啊，喜不喜欢？夫人，李妈妈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走走。那怎么行？别跟着了。袁唐啊，你看这满大街的姑娘，什么模样的都有，我何必守着一宅一人呢？就跟过来了。马车坐久了，有点晕，走吧。哎，好。这别院是家主特地找王爷求来的，好让夫人在此歇息养病呢。他人呢？他今日有军务，怕是不回来了。李妈妈，既然这院子够大，就安排大家都住下吧。啊，
家。樊兄弟，出来吧。别躲了，方才在街上都看到你们了。夫人，你们不是从军了吗？不跟着真周军，怎么一路跟着我呀？哎，这是不是恰巧遇到了？哎呀，真的是太有缘分了！啊，是是是，巧了巧了。原来是夫君安排的。不是，是啊，是，我们几个从军之后。刚好就跟了崔百夫长，白副长说，余孽众多，滋扰军眷，让我们多注意周边，保护夫人。是是是是是。当然，还有其他军眷。是是是是是是。既然是军令，怎么还鬼鬼祟祟的？啊，咱们鬼鬼祟祟了吗？没有吧，没有。夫人，是我们哥几个都是大老粗，怕惊扰了夫人，所以。不过夫人您放心，我们只是日常巡查，不会打扰到夫人生活啊。是是是是是。如今像家主这么细心体贴的男子真的不多了，您也别服了他的好意。左右范义士他们已经归了家主的编队，就让他们跟着吧。只是今后别再这么鬼鬼祟祟的吓人。啊，是是。李妈妈，让他们把行李都搬进来，安排各位都住下吧。再准备一桌子好菜，别亏待了各位医师。哎，是。谢夫人，谢夫人。随我来吧。哎呀，你可慢点吧。不吃啊？我不吃啊，我怕你吃不够。哎呀，就让你查了半日的通关文牒，至于吗？孙兴洲，啊，你还是不是人了啊？我侯爷。不是你们家帮闲，一会儿帮你查这个，一会儿帮你查那个的。行，多谢啊，道儿。哎，给我们家侯爷满上。哎，再次谢过侯爷。就多谢就完事了？那不然呢？你们家柳绵堂生气，你也这么敷衍？哼，我们家夫人识大体啊，不会这么骄纵。自己看吧。看哪儿啊？平远镖局。镖局是3年前成立的，镖师总共21人，每个月镖队都会出入西周城，风雨无阻。镖局的通关记录跟林思月给的那个账本也都能对上，但直到半年前，阿古善取代了老狼主，铁矿生意断了，镖局的通关记录也就断了。那确实是可疑